网上炒到七位数的无聊源头像，我是买不起啦。但是今天小雪带你们看一艘只要四位数就可以出海玩3个小时的无聊源号。走，我们去室内看一看吧。这艘游艇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是不是不太一样呢？到处都充满了无聊园的元素，无聊园、无聊园、无聊园，全都是无�聊园。咱们一艘船呢可以坐10个人，船上会给你配备一名船长、一名水手来为你保驾护航啦。我的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沙龙区啦，这么大的空间坐10个人肯定没有问题啦。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点歌台，你可以在这里纵情欢唱哦。走，我们下去看看。这边呢就是我们海上的卫生间，往前面呢就是我们海上的大卧室啦。玩累了的时候你可以坐在这里休息一下哦。100尺的游艇肯定和60-70尺的不一样啦，这艘游艇有3个卧室哦，我们去看看。走，我们去飞桥看一下。这里呢就是我们海上的大飞桥啦，这么大的空间你可以在这里公司团建，还可以开 party， 而且还可以叫上几个气氛组小姐姐陪你在这里蹦迪哦。这么大的游艇出海真的超级稳的，怕晕船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哦。